与梦想为伍。全新达人之旅，我期待被新奇的才艺震撼。这东西你敢到安秀舞台？赛制全面升级，黄金按钮手启动。我能听他一直唠，我愿意一直唱。自打他报幕的时候，我就想给他过了。时隔六年，中国达人秀是你最向往的舞台吗？是。高能回归，我的决定是 yes。中国达人秀星空卫视出彩登场。